差不多多久的事情啊？什么话啊？你这个事情差不多多久啊？三，六月三十。六月三十的事情呢？嗯，六月三十，因六月二九还在谈，还在落雨呢。嗯。啊，带因带外久？两天。啊，因带的人敢有甲你问实的，还是甲你？拢无，拢无插边的吼。拢无。哎呀。啊，伊在甲我讲一下，伊顶时是怕你对啊。假。隔壁姐，你看，我还佫八年个嘛。嗯嗯，还佫食。嗯。即嘛是用刀仔割个吼。嘿，因就讲你紧等下，你阿妈滚咧老花啊。嗯。啊，伊讲，起码你报警，叫恁后生转来。我讲有啊，我忙煞无手机啊，我转来摕手机啊。即嘛想着佫会惊袂？会啊。我较紧，我唔敢出去，因为我唔敢出去，我怎叫伊？头先我叫早顿去，馒头等下我食。因为阮后生不管当时卖片甲豆，因迄号做卖片甲，迄个做有零拢有。是惊出去拄着伊。